长长过道、木质推拉门、随意摆放的杂物盆栽，仿佛来到电影场景。这里是台南的国华街，开了一甲子的永乐市场，充满怀旧感，最近成了网友热门打卡点。蛮妙，是很像迷宫，而且还昏昏暗暗的。我刚刚有看到有那种寻常人家在外面晾衣服，有点像是寻宝藏店的那种感觉。相较于一楼喧嚣热闹，走上来二楼幽暗宁静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迷航。老旧街道多了文青氛围。走进咖啡厅，粤语老歌一秒来到1960年代的香港，焦糖布丁、手冲咖啡还装得下小阁楼。因为以前这边叫做查拉奇，就是卖一些美军赃物的东西。我开了3-4年后，就开始有人慢慢上来开店。1962年，永乐市场曾发生大火，改建超过一甲子，如今成为特色小店的聚落，有预约制的中式茶馆，老板娘泡台湾茶给你喝，还有古着选物店。二楼是摄影棚，摆满老板的收藏品，处处都是惊喜。这个空间其实它是很脱离我们生活体验，希望结合自己的兴趣，然后把这边打造成一个比较如梦似幻的一个空间。这边年轻人真的蛮多的，所以当然是希望就是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可以顺便推广台湾茶。另外一家距离国华街750公尺，这一间42年在地茶行，最近也是受到游客关注。一开门总是大排长龙，一整墙的大型茶叶罐，游客必点琥珀冰砖奶，树叶造型的冰砖网络爆红。刚买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一圈在这上面，对，然后还需要摇它，茶香蛮明显的。下回漫游台南国华街景点再加一，永乐市场二楼也成为寻宝秘境。三立新闻刘安静、吴慧珊台南报道。